我们现在学佛不是因果关系嘛，那轮回因果关系，因因果果，但是我想知道第一个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因就是你造出来的这个因，这叫根因，叫原始因，听不懂啊？我问你，原始因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开始一直蛮好，不讲话了，对不对啊？没吵架。嗯。你第一次讲的话刺伤他了，这是你造的因，就是你造出来的。接下来，他会再弄两句话给你，然后你再弄两句话给他，你们就一直开始因因果果纠缠不清了。那你问第一个因怎么来的，我就告诉你，第一个因也是人造出来的。好了。那就是每个人的第一个因都是不同的啦。对了，都是自己造出来的。明白了，师傅。